Hello YouTube, YouTube Edward， 今天拆这个 Revolution， 今天是星期五，那这个是 Chinese New Year 版本，大概平大概1000多块台币，它是拆那个新年版本，每一包都有一张亮的，就是这种闪亮的，那是很像是亚洲限定。那另外这个，感谢，另外这个是最近才礼拜五才出的这个 Revolution， 那我们就来拆一盒这个，我是挑这个因为号码是88。漂亮，这盒的 Galati 已经出了，但没关系，我们拼拼看有没有签名。A 签，三到四张，三到四张，一小箱三，一小哦是哦，那蛮有机会哦。嗯，可已经被你中了一张。可是你还有一个这个啊，你也两个这个。对，一个人两个扩大。对，可是这个是重点是要抽 Galati。Galati， 对 ，Galati 就削了，如果中了个 Zion， 那一盒就八包，每包五张，然后它的卡做的很亮很漂亮，对。是我很喜欢的系列，当然它的保值没有 Prism 这个系列厉害，可是这是每年必拆的。简单带过 Jordan Clarkson、Trae Young， 可惜不是 Rookie。Gary Harris， Curry， 然后这是 Rookie Cam Reddish。Curry， 这个只要能抽到签名就算不错了。有，我加好了，真的有，在这个是 Dennis Smith Jr. 补卡 ，Wiggins， Al Horford， Cam Reddish 又是他，泡泡亮，对，泡泡亮，可是不对人 ，Pascal Siakam， 这个相对价格比较亲民一点。接下来是 D'Angelo Russell、Malcolm Brogdon、Embiid， 哎呦，蛮特别嘛。这个 Die Cut 不错哦 ，Die Cut 是没价。Russell， 还有这个是 Kevin Porter Jr. Rookie， 这个一盒像四张 Rookie 嘛，对。不一定。爸猜应该有80几张。这一小盒已经没有 Galactic 了，所以可是也签名签名，有签名吗？台湾的签名。希望 Damian Leonard， 还有 DeRozan、Blake Griffin、Embiid， 还有 Donovan Mitchell。Mitchell。所以这每一盒基本上会有一张限量100以下的，就是每一盒的每一盒的 Hit。Luka Doncic， Luka Doncic 第二年都还有一点价。对，蛮多家 ，Jamal Murray， Kawhi， 还有这个新人 Romeo Langford， 塞尔提克，所以哦，对，那个，这也是 Clark， Colin Sexton， Kevin Hunter， Victor Oladipo， 也是 Rookie， 这限量，看一下几张。这个是 Rookie， 是 Met， 这个不到一年，我觉得应该 Metc Double 75张，这就一盒一张的 Hit， 重点还好，你中了，这音不好，这样是音不好，对，不是一张，我猜过5张了，你不要还有开心，这今年是透明的，对，透明人物，每个卡都系列都透明的，透明人物，下一个 Revolution， 有 Revolution 有个好处是他那个。微笑可爱反面的哦，还有那个 Calori Rookie 没有反面 ，Marvin Bagley 这是我的救世主，还有 Jordan Paul 这个 Rookie 卡，为什么泡泡就是没有 Marvin Bagley 的 Logo Man 呢？哎呦 ，That's one， 厉害，救了你，救了我，卖三十几了，泡泡送你，我可以再请到你送你了，好，谢，收。最好是Chris LeVert， 那个 Russell Westbrook， Miles Turner， 还有这个 Dyke 的这个，哇，你有两张 Dyke 哎，那个 RJ Barrett， 第一顺位，还有这个泡泡的这个 Laurie Markin， 好，一盒先这样分享，等一下再继续录，谢谢大家收看。